问250519，魂体被带到电眼地狱听审。电眼地狱是建在一个很大、呈不规则、椭圆形的深坑里，地狱面积大概有四五个足球场这么大，钢筋水泥墙围绕在地狱四周，上面是粗大的铁丝网天花板，无数罪灵被关押在里面受苦，很多电流光亮不断闪烁在深坑底下，此起彼落的哀嚎声音一直回响在地狱里边。电眼地狱的西南方向有一个铁门入口，执法鬼差押了四个罪灵从铁门走到高地上的空地等候听审。男罪灵 A， 我是台湾人，生前是一个医师，闲暇会在家里房间上网浏览色情影片，和情色主播聊天，偶尔赵小姐去酒店行淫秽之事，这个对台湾男人来说很正常啊，没想到死掉过后下面地府播放我一生罪孽，说我日积夜累的淫秽念想及邪淫是要下地狱受报的。我被警察穿台湾警服带来这里，铁门打开，里面暗得看不到脚底下的路，我跌倒在地，不久我感觉头顶有东西，一道白光亮起，我的脑海浮现很多以前上网观看过的色情片段及邪淫的画面，白光亮了几分钟，随即两道白光电流射入我双眼，我从喉咙发出凄惨的叫声，太疼了，这个不是人体可以承受的电流，不久就晕死过去。醒过来发现这里一直有滋滋滋的电流声响起，男女凄厉的叫声不绝于耳，我头顶又出现白光，我又在念想飞飞，几分钟过后又被电击惩罚，又昏过去，好痛好痛，快放我出地狱，我不做坏事了，不上网看下流的事情了。男罪灵哭泣声。女罪灵 B， 我来自中国河南，小时候家里穷，爸爸妈妈常趁我们熟睡行房，我在年纪很小时就对男女知识很好奇，上中学后接触网络，出于好奇在网络文学城及隐秘网站观看了不少邪淫影视及小说，自己性格比较古怪，长得又不亮眼，到大学都没有男朋友，我常常一个人在宿舍手淫，长大后出来社会工作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购买情色物品自己手淫，我不知道这样是要下地狱惩罚的，我都没有和男子发生关系，地狱里的白光电流和人间的高压电流没两样，只要电流一接触双眼，全身皮肤立刻焦黑冒烟，整个人被电流电得直挺挺的不能动弹，那种被电得晕死过去的疼痛你们再是洋人是没办法感知的，不要看邪书及色情的东西会被惩罚的，我不骗你们，这是我的经历，你童子一定要让世界上的人知道。女罪灵 C， 我来自香港九龙地区，当年出生的时候香港处于比较混乱的时期，一家人住在非常狭小的大厦单位，那里的环境很复杂，中学时期曾被人非礼，父母报警还是找不到犯案人，这是在我心中成为令我恐惧的噩梦。高中毕业出来社会工作，和同事谈恋爱，却因为心里的伤疤迟迟不敢和男友进一步发展，男朋友认为我情绪起伏太大没办法忍受，要求分手，我因为感情受过伤害开始讨厌这个社会，讨厌自己的出身，我渴望恋爱可是又害怕与人实际接触，90年代网络盛行，网络情爱小说的出现满足了我对爱情的幻想，我每日放工就沉迷于网络的情爱小说，思想被情色腐败，我开始在住处自淫发泄，后来又谈了一次恋爱，感情上有了寄托就很少看小说了，无奈一次意外怀孕，我们双方不想结婚就决定堕胎，堕胎后的我整天忧郁不开心，几个月后两个人吵架分手，一日自己想不开自杀，死后被地府审判带我来这个地狱惩戒，我看过的很多小说情色漫画一直不断浮现在脑海里，
白光消失过后，就是高压电流的惩戒了。我每天被电醒，晕过去，醒过来，又开始想以前情色的东西，又被电晕。在这里几个月，还是几年，我不知道。我想赶快离开地狱投胎做人，我不要投香港，这里有很多伤心的回忆。南醉灵地，我来自马来西亚柔佛州南部人。由于网络的普及，再加上成人情色广告和色情网站链接一直弹跳在影视网站及手机上，我一直点进去观赏成人影片。我有老婆孩子，自己本身是不敢出去鬼混玩女人。我老婆爱吃醋，她说过如果外遇一定带孩子离开，离婚了事。我只是长期上网看这些情色的影片，然后手淫发泄罢了，都没有出去乱来。一日早晨，我在驾摩多去上班途中不幸遇到意外死亡，死后就在这个地狱惩戒了，都不知道不可以看啊。生前常去庙宇做善事布施，都没有人告诉我下面冥界的真实情况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你们洋人要相信啊，这种东西色情不可以看的。下面是在你死掉过后，按照你看的次数积累计算，很痛。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看在我以前在庙宇行善布施的善功德份上，让我早一点出地狱投胎做人。我在地狱很痛苦，弟子每次在冥界听声，观世音菩萨都会显化法身，在地狱上空亲自救度听审案中的亡灵，让他们亡灵在地狱念七佛灭罪真言，忏悔往昔无名罪孽。观世音菩萨真的大慈大悲，闻声救苦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弟子250519答，大家真的要好好相信地狱游记，他讲了差不多一年了，曾经有很多案例都有人站出来印证过，还有人认识里面的人怎么死掉的，这是真的。他每个环节都讲得这么仔细，是编造不出来的。而且有好几个人的死法都有同修验证，身边真的有人是这样死的。大家要守戒，头上三尺有神明，要做好事，做好人，学雷锋，学菩萨，对别人好一点会有好报，对别人凶，对别人不好，总有一天别人会搞你。大家听师父话，对别人好一点，自己自律一点。